平日中午哈，从12点可以吃到3点半。嗨。今天是雪璇兔兔陪我来吃火锅，露露猪也来喽。现在平日中午没有限用餐时间，所以有3个半小时可以用餐哦。热腾腾的肉燥饭啊，珊珊帮我特制的，有肥有瘦，超好吃。珊珊超爱吃他们家的肉燥饭。哎，苏特卡哇伊。这边是鸳鸯锅，黄金昆布汤，蔬活元气汤，那是蔬菜加鸡皮熬出浓汤，含枸杞、红枣、黄芪哦。啊，太赞了，超好吃的卤肉饭。这个肉燥真的超赞的，而且无限量供应哦。活力梅花猪2份哦。这个是鲜嫩鸡腿，中国信托 coupon 券送的哦。肉多多是熟成肉，肉圆与
种豆品经石室熟成的工序，软嫩鲜甜，温婉说是专家级的美味哦。我们也是很喜欢吃。小白虾六只，五点会员点数兑换的，产地是洪都拉斯哦。哦，他还做成这样的装饰哎，无气鱼片，中国信托 coupon 券兑换的。鱼种是乌鲤，黑鱼的一种，上面还有放枸杞跟葱段，姜丝哎，超赞的，哇哦！终于到齐了，可以开吃了。明明也更来了哟，超欢乐的三人组了。这个小白虾已经帮忙剥壳了耶，好贴心哦，太贴心了。其实希望日本核废水不要再排了，我们要继续吃海鲜。要沾他们的沙茶酱跟蒜泥，这虾子很好吃哎，超新鲜的。啊，鱼肉好 Q 弹，也是新鲜。都很新鲜哦。玻璃珠好吃。马蹄烧一定要吃哦。芝麻馅的。超疗愈的。这种甜的好吃哦。那去骨鸡腿肉也很新鲜。啊，丸子里面还有肉馅呢，超香。它的地瓜、芋头都好吃哦。
掺个小茶一起哦。这是珊珊的 ice cream， 白玉荔枝，黄金榴莲 ，Happy Ending。外面开始下雨哦。